吃饭啦。知道你熬夜工作辛苦，特地准备美味一桌。吃饭啦。敢挠我，快喊大王饶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灭了你。饶命。谁饶命？饶命大王。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春节三星还包吃住，我要开发出厉害的软件，然后挣好多钱，然后给你们好多吃的，把你养成一只大肥猪。你是要把我卖了吗？不卖，你胖了就没人要了，就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了。徐，你是大变态。你才知道，才知道。没事吧？这个不错吧？胸大。不行不行。那换这，这不错吧？你看，这修长的大腿啊，你多长啊腿？走路快，对不对？不行不行。不是，怎么又不行啊？我再给你们看一个。这多好啊！这整个就是一女明星啊，对不对？长得特别像那谁，那个苍井什么来着？苍井优。哎，对，就不行不行，不是怎么又不行？行不行啊？这些都不行。不是，咱们衣服就几十块钱一件，你让我找谁给你当模特啊？张柏芝啊？你知道网店卖的什么吗？衣服啊？错，是照片。没错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错。模特的气质很重要，气质要跟衣服融为一体，潜移默化，让互联网对面的客户觉得他们穿上跟模特儿一样美。不是，你大白天能别吓人吗？里面请。你好。现在可没有一块钱的画了，下集集的画可贵了。下集集，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？你要买画吗？他的画都放在我这儿呢。我不买，我有事情请他帮忙。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他？我也想找他，他的画都在这儿卖了好几幅了，钱都搁我这儿，也不过来拿。谢谢。我的主心骨回来了，来，你看小胖偷拍的，那什么？怎么样，正不正？是你什么？什么时候拍的？刚刚啊。人呢？叫小龙。哎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这树叶不是没掉吗？早晚会掉啊。我和我的朋友
开了个网店，卖女装，想请你当模特儿，可以吗？我们好像还不认识吧？你好，我叫张漾，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前不久用了1块钱买了你的一幅画，现在我想请你当模特儿，价钱我们可以谈，不会用你太多时间，如果卖得好的话，给你分成，你看怎么样？分成我不要，你帮我一个忙。喂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是不要命了是吗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给我吃点东西。你要是饿死了，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啊？张嘴。我不吃，我要瘦，我要上进。你要再这么瘦下去，你爸就先把我杀了。我要红啊，不然他们都会看不起我。红红红！我已经托熟人给你上了最当红的综艺节目《选秀》的免试100强。真假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啊，来，自己吃。我要给你找了教练啊，明天开始啊就开始健身了。你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呀？是不是我爸又跟你说什么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也不能白花你爸的钱。不过这只是其一。其二呢？蒋娇，我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，哼，挺像早年的我的。你哪有那么厉害啊？就是你这种自信，莫名的自信，还真像我。我跟你说，你搞不好还真能红。不过你要真红了，你可别怪我。哎。我要红了，我为什么会怪你啊？我要真红了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娱乐圈啊，就是个圈儿。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，不及你身边找一个人好好对你好。我才不要谁好好对我好，我就得在这圈里待着。好。哎，对了。教练明天就到，你跟他好好练，时间可是有点来不及了。下个月就是比赛，我先走了，把粥喝了。老师，你来了。这是赵老师，他是很有眼光的画商，也可以说是鉴赏家。这个是张漾，我男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随便看。所以你是好奇我和他的关系吧？我没那么无聊。你是我们学校美术系的学生吧？我借读而已。赵海生是我爸爸的好朋友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去世以后，他就把我和妹妹带来北京了。
吉吉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夏老师得的是肝癌晚期。这些是你爸爸的心血，你说的对，留着他也没有用，现在没人需要他。北京吧，离我近一点，我会更放心。他对我们很好，而且他一直想让我谈恋爱，我觉得我应该满足他一下。他迟早会发现你在骗他。你谈过恋爱吗？谈过。我讨厌暗恋一个人的感觉，要么爱，要么毁灭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倒是挺干脆直接呀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倒是想要选择，可是我没得选。你相信命运吗？我信命，但是我不认命。你的影子踩死了，下来就轮到你了，夏吉小同学，你要当心哦。嘿，哇，啊，好大！以后你们就可以在这儿安家了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学校，随时可以去上学。真的？那姐呢？你姐，随她，想上学也可以，想工作也可以，想玩也可以。太棒了，太羡慕了。姐，真的跟做梦一样，就这么哗啦一下，我就掉进了仙境里了。你安心上学，我会出去找事儿做的。咱不能这么靠别人活。哎呀，他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再这么说了。他就是心甘情愿的，他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从他来家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他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夏吉吉喜欢你。哎呀，你睡不睡觉了？快睡觉。喜欢你。睡不睡觉？
过来。你在超市打工的很开心吗？嗯。嗯是什么意思？你想体验一下生活没有关系，但是从明天开始不可以再去。我一直认为，你在画画上面比你的父亲更有天赋。纸笔、画板，还有这个画室，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OK。我不想画画。看着我。我讨厌画画。看着我。你必须画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很感谢他对我和我妹妹的帮助。你爱他吗？我不清楚，或许是感激。我觉得你和很多女生都不太一样。我也觉得你和很多男生也不一样啊。我们这算是互相吹捧吗？黑松露奶油蘑菇汤，鹅肝，煎红鲷鱼配茴香泥，甜品要焦糖布丁，谢谢。请问这位小姐需要什么？我再看看。好的。我需要的时候再叫你。好。太贵了吧，一小块鱼要308一粒，一杯水要50块，我们还是换一家吧。我请客。服务员，给他来一份一样的。好的。我吃不了那么多。你试一试就知道了。好久没来这里了，以前在上海都是跟我爸还有妈在一起。收。干嘛？伸出来。太贵了吧，还能退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衣服搭。我接了开发软件的项目，定金已经到手了，以后还能挣不少。拿到钱就给你买贵衣服、大耳钉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要衣服。那你要什么？要什么买什么。你怎么对我那么好？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对我好，而且不求回报的女生。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，丽儿，你相信我。又在为许帅伤神啊？他送的，我其实不想让他这样花钱，比我自己花钱还心疼。你不会觉得很幸福吗？他其实没钱，但总是大手大脚。他这个月的房租还是我替他交的呢。嗯，可能男人嘛都是要面子的。
我觉得你这回就由着他，以后节省点不就行了吗？他总是像个小孩子，我觉得很累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很久了？我觉得吧，你的担心不会持续太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有一个真理吗？长得帅的总是比较容易被原谅。没吓着你吧？今天不用上学了。我不用了。怎么又在这儿睡着了？因为功课。嗯。你这样不好，对身体不好，我不喜欢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去洗漱一下吧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吃。你不能整天待在家里边，得多些运动。还有啊，这小样你得天天喝，这是乳酸菌，对身体有好处，记住了吗？嗯。我给你办了张健身卡，回头让司机给你送过来。这是你的作业。嗯。去洗漱吧。我都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点评，没有一句在调上。我们除了看到一个人在舞台上蹦来蹦去以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你可以下去。好，谢谢评委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有请第17号参赛选手蒋雅希，有请。有请评委来点评一下我们17号选手。这果然是看颜值的时代啊！有很多家都在盗我们的图，我正在交涉。啊！你看我们的销量，我1000多了！我靠，我们麦尼森林火了！
我受不了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我得抱起来。火了火了，终于火了。效果还挺好的。人长得漂亮。都甜了。哎，你看这张，是不是也挺好？这张。姐姐，来帮我撕一下，撕不开。好了。哎，谢谢。这货也没了，我心也空了。回来就有我们忙的了。喜欢就赶紧追吧。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也应该向前看看啦。你别光说我，你呢？我不走了，我要留在上海陪你。那我走了。春节到了，我们像一对寻常情侣一样，在车站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真想抛下一切，只要跟他在一起。我没想到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叫人那么难以舍弃，却也短暂单薄地叫人意外。妈做你最爱吃的，在家等你呢。累不累？小豆，干妈在这里哦。小豆，莲儿，你有和许玉联系吗？有。他怎么样？他没有回来，一个人在上海过年。怎么没有反应？那你要我什么反应？你那么恨他，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结局吗？这是留给小豆的。
我为今天门，天门上太阳升。妈，你看这个，齐了。我跟你说，穿你身上去。哎呦，妈怎么能穿得出去呢？妈，人北京都穿这个。你看这，是，你看这多好看啊！那成，嗯，妈到北京的时候穿上。好，妈，我在北京给你买一大房子住啊。净吹牛！哎，妈问你，北京那么多漂亮的姑娘，你啥时候给妈领回来一个？哎呀，妈，我现在就赚钱吧，我现在和张漾啊，准备把这个海鲜生意啊放网上去，把咱们家乡这海鲜啊卖到全国各地去。啊，只要解决了这个物流跟保鲜的问题，物价能翻好几番呢。妈不要你挣钱，你给妈记住啊，妈只要你啊给我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。哎，你明年要是一个人回来，你就别回来了啊。得嘞。还不走？嗯。你不怕买不到回家的票了？我今天不回去了，春节期间正好需要一个值班的，老板说给我三倍工资。你还真这么拼呢？新年新气象。那好，我要先回家放松两天了，等开学回来还有两科补考等着我。两科算啥？我四科都不及。你可以靠脸吃饭的，我不行，跟你没法比。我走了，新年快乐。啊。这道菜我是跟四川的同学学的，味道特别好。哎，我来帮你洗菜吧，这太凉了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小姑娘。那我干点什么呀？你啊，进屋去看电视，放一会儿就好了。好吧。过年好。过年好。爸。嗯。妈生病时候借的钱还的差不多了吧？医保报了一部分，该还的也都还的差不多了。对了，你以后不要再往家打钱了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你得以学业为重啊。你放心，该干嘛我心里清楚。那就好。娘，你有许毅的消息吗？没有。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通。可能换号码了吧。嗯，有可能。哎，这孩子过年也不回家，也不知道他在上海过得好不好。燕儿，你在上海有没有同学？让他们帮着打听打听。好，我去问问。嗯。爸，你多吃点。好。妈都忙忘了，忘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虾仁。没有，每个菜都挺好吃的，这鱼特别好吃。那你这边的。啊，好，谢谢你们。
来，多吃点儿。好。艾丽啊，这个蒋雅欣是不是想家？哇，他进50强了。是你同学吗？啊。原来已经想当明星，现在果然成功了。挺漂亮的。吃饭的时候不要弄手机了，丽儿，你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。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早早就得了颈椎病。我吃饱了。你就不能等他吃完了再说吗？你看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快吃，快吃。好，好，吃，吃，吃。好好。哎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你看，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去？哦，我刚下班嘛，我也是一个人啊，所以找你一起过年。女朋友啊？为什么不接？不想接，不行吗？可以。无论如何，年总是要过的嘛。嗯，而且新的一年第一天，更是要开开心心的过。啊，对了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我亲手包的饺子，一会儿你尝尝，保管你吃一口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开门吧，天都凉了。进来吧。要我帮你接吗？不关你的事。我要是你女朋友的话，就不会丢你一个人在家里。闭嘴。那我接着去做饭了。是沙飘过，泪挥洒，也带我轻抚你的发。你的脸颊，我远远牵挂，它不曾被岁月淡化。想着你模样，让人黯然神伤。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。愿一生最漫长，是为爱心一心，别再想。我一生最漫长，是离开你身旁，借根烟。
哽咽将心痛都释放。